8月30号晚间，杨紫更新微博，晒出一张自拍照，照片杨紫剪了短头发，还将头发染成了亚麻色。面对镜头，她做出一个俏皮的表情，十分可爱。杨紫还配文写道：“我已剪短我的发，还染上了颜色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。”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：“我第一眼看成了王子文，刘涛、王子文、杨紫都这发型，长发短发都好看。”28号凌晨，杨紫在微博抛出一张与张一山的合影，发文称：“在哪儿呢？”并艾特对方。随后，张一山也同样抛出图，并称：“在你身边。”照片中两人动作亲昵，各种卖萌和搞怪，粉丝见到后纷纷表示在一起，姐弟恋变情侣也是不错的。这样你们 CP 杨紫作为现在当红的90后小花旦，她的恋情也是备受关注。据网友爆料，杨紫的小男友身高1.83米，曾经赴美国留学，毕业后返回上海经营艺术公司，家中资产过亿，撞脸了，这简直就是男版的杨紫。杨紫曾经在节目中大胆爆料择偶标准，称：“我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，张一山、马天宇、李治廷都不是我的菜。”杨紫坦言欣赏吴秀波类型，喜欢陈坤与邓超的性格，而理想的是彭于晏。对于外界撮合自己和张一山，杨紫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：“其实我跟张一山初中就是同学，认识已经10多年了，也是大学同学，按照大家的话来说应该算是我的男闺蜜吧。”